谢谢，多么登对的一个这个歌坛情侣，一条马的你我相逢，哇，季亚丽又季亚丽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哎，最近打歌期间呢，各大综艺节目邀请，我都争相邀请你，啊，真歹势，拢电话看到我，对呀，这观众朋友嘛爱看你呀，真的哦，都爱看你，今天来了节目中，不是挤了两年，这次他的新合作伙伴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一位歌手伍思凯，把他请出来，我们欢迎观众聊聊天，来来，欢迎欢迎。大哥你好，哥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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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位在歌坛的票房啊，独霸一方啊，不敢，这样子的组合啊，不得了，所以又要杠上开花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指向天雷勾动地火，哎呀，天雷勾动地火，天雷勾动地火，你不知道该怎么，我还暖条啊，渡着顶啊，啊，没有就。天雷地火，天，你怎么会有这种？最近在生条条吧，在生条条，暖条个肚条顶啊，那样。好啊，那样。顶啊，挂掉。对啊，真的很棒了，真的很棒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因为我这以前就有接触这个闽南语歌曲，然后在录音室呢，真的是，可是唱跟讲完全是不一样。那你在笑什么？人家讲话这么正经，你真的是。不要点点。哎，请问我这个外省的歌，我透几块呢？就爽了，又带去他才名义。这个是一定是必须两家人共。今天你看，我们四个站在这，根本就是国内土产的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，让他看看家才，你们还不好意思？我是四大土王。四大土王，一共哎哈。人家是小虎队，我们是老虎队。这是这种，我们这个继续唱下去，以我们这些。歌喉啊，歌声，还有您创作的这个天才啊，我看这个十年以内恐怕这个还不太容易有人取代。歌声可能我想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这个人总是会老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你今两年嫩哈，还是我去看一下，无好怎么样？你感觉唱歌搞唱嘛无好啊？对吧？你用眼袋是吧？对啊，我这比崔福生先生还离得很远。来。好，现在要干什么？这个要剪掉，是我人身攻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千万不能剪。啊，我们要唱歌，对不对？现在来唱唱歌了。哎，我来跟老瓜，将会 VS 三个男人，也不错，好，不错。我来选一首老歌，红第七时代的。红第七。李白的公共电话。
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我听到，那恁恁爸的公啊，怎么了？离别的公用电话，离别的公用电话，这首很少人唱，非常好听的歌。你也来选一首，我也来选一首。哎，这首歌真的也很美，很好听，叫做《忧愁的牡丹》。哇，当年也是大卖，不得了。你也准备？我就准备一首，伤心酒店，马上就开始，由我先打头阵。嗯，好啊，那么请了，麻烦林老师。小心行到车站边，想要坐火车，心真迷。提起车站的公用电话，就是我的面，痴情的痴情的，真是看袂离。再会啦，再会啦，离别的电话，痛苦的言语。路一句小事，行到车站边，想要。心情悲，提起车站的公用电话，就是我捌的你，痴情的痴情的，真是看袂离，再会啦，再会。Oh, oh, oh, oh.
手点来，悲伤谁人知，痛苦吞放来。一回搁再来，你若有了解，